鱼的店员呐，鱼的店员。我负责什么？今天阿玛会打教你怎么去打那个绿拿铁。我们其实就是利用它4到6种水果跟蔬菜。等一下我们还会放一个就是大豆生态，可以补充蛋白质。为了你们的健康，我们的所有的就是一些糖分都是来自于就是我们一个水果的一个糖分。哦，所以它是真的不加糖？对，是的。不是因为我的问题所以不加糖，就是原本水果的味道。再喝糖你会长不高。那不是，这样才可以甜甜的对待你。对，是不是要吐了？他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对，很好喝，因为它纤维很多，就是嘴巴里面口感是有的。去整理，哪一区？哪？刚刚讲的哪一区？前面那区吗？对，是的，是的。好，这边来教我一下。我是店长。第一天，对不起，我第一天。这里啊，我找不到，我找一下嘛。报告江店长，我好了。那个角度有点歪。你不要在那边挡。效率，效率，效率。摆摆整齐。你好。我最近我妈妈生日，我想要送她类似礼盒的东西。礼盒吗？对。我们安永鲜物有那个鲈鱼精，你要不要看一下？在这边，在这边，这边。安永鲜物的鲈鱼精，那它是从我们独家从鲈鱼里面萃取出来的，这样子，那对生病的人啊，或是需要比较多补充体力的人啊，非常有效。居然有客人，超紧张。等一下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例行性的直播，那待会呢，对，这是直播吗？这是直播，对，好，所以说等一下呢，你要运用我们就是安永这边所有就是现场的一些食材，准备两道菜。我觉得要救援一下。拿这个自拍棒，我们就一起来自拍直播 ，OK 吗？那我们现在分配工作，你想做什么？我好，欢迎。我好，教练。教练你煮啦。你煮什么？好了，我来。又会讲又会煮，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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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我们安永先生。小心小心小心，这有3个月，3个月了，小心不要动到。先吃最营养的了。那我们需要这个跟饭吗？还要啊，吃点绿色蔬菜。好，这个呢，就是要把它铺平。好，啊，鳗鱼，鳗鱼。这就是公的吧？我刚刚是要公的，你们拿对。对，公的，公的，公的。哇！200度烤10分钟。好。好。那第二道的名称是什么？焗烤。青酱。鸡胸。乌龙面哦，你们是相声，还有是啊，哎，还要轮流讲。好，这个呢很简单，先把面呢煮3分钟。好，给我45度角进去，45度鸡肉才不会柴。好，对吗？教练，你那个有点38度嘞。哦，好，我觉得第一个错误就是38度，所以我们再来用一次。哎，是，哎，对，少两度，少两度。哎，好，这个要放感情，你知道吗？要放感情。要带感情去切，对，你看，漂亮了。这个面看起来很好吃呢，必须的，一定要。对，这个是安永鲜物。来，我们把那个花椰菜稍微上一下，我们再把鸡肉拨上去。教练，哎，等一下你做完的时候可以给我吃一口吗？一定没有问题，你一定要当第一个试吃的，好不好？因为目前这两个是对上的主力哈，你如果怎么样没有关系 ，OK？ 好。好，是我不重要一些，对。他们现在两个是集战力 ，OK？ 好，没关系。我们呢？教练，你的爱太丰富了。哎，没有关系。这边有一个比较不好看的。哎，有拍到就是不好看的，应该是花椰菜吧。等他教练讲一下。这个要烤多久？200度呢？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跟你讲，为什么第一道菜？对，就是这个要加一个这个 sauce， 把它淋上去，还是要一样放感情。好，那奶奶握着手，啊，握着手，你要讲，握下面的手，来握着手，握你的
光火，光火不对，加一点漂亮的东西。绿色的，就像呢，球队里面都是男孩子嘛，还是要有一朵对花椰菜，花椰菜就是你花椰菜。OK， 来，我们的今天的第一道菜已经完成了，好，我们的。你来吐口水，我帮你吹花椰菜，你帮我吹。小文问你是花椰菜吗？你们好烫，我问一下嘛。这你好来，哇哦！你个看麦呀，你个看看，你个看看。Beautiful， 对，这道是什么？你看那个 cheese， 有没有看到那个 cheese？ 有没有看到？如何千丝的 cheese？ 如何？如何？刚好，刚刚好嘛，非常的嫩。哇塞！杰西，你看，杰西，你看，杰西，日本人吃面是不是这样？要熟到熟，不要夹，不要夹。对，吸，再吸，再吸，吸舌头，丹田，丹田，丹田用力，丹田用力，丹田，丹田。哎呀！丹田 ，OK 吗？可以吗？我都喷到脸。没有，很快。OK， 如何？来，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它的青酱很好吃。观众呢，今天看了很多我们这样子的两道菜。那如果说有兴趣的呢，请他们到安永的板桥安永前门的新板店，新板店，好不好？在网上有连结，对，没有错。欢迎你们，好不好 ？OK， 拜拜。